朱莉，你为什么仍然这么美丽？难道那虚无的死亡，那枯瘦可动的妖魔也是个多情的种子，所以把你藏匿在这幽暗的洞府里？其实我并没有奢望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多大的出息，是个什么人才。我只是真心的希望自己的女儿生活的踏实、幸福。是啊，叔叔您不用说了。 我特别理解您，您想给予女儿的东西，我给不了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别动！你这样动，干嘛？你们你谁呀？这房子已经不租了，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你们等我一下。姚媛在哪儿？姚媛去哪儿了？你告诉我，你们为什么都退租了？哎呀，她去哪儿了？ 他死活也不告诉我。他说要是我知道了去向，你肯定能从我嘴里撬出来。我的天！告诉姚媛，不管世界末日来不来，我都等他。 哎，干嘛让我回去啊？结婚了。画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三年都去哪儿了？你怎么不跟我联系啊？啊！我想从一个影子变成一个完整的人。 商务人士啦，你还记得 King 吗？他现在是我老板。小姐吗？阿畅。 小姐，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姚远呢？我去帮你叫他。哥，哥，世界末日真的到来的话，我就回到你身边，陪你一起。哥，你看谁来了？哥，你喊什么呀？他不在。嫂子，迎接世界末日。